水生，快快快，都出来了啊！水生，水生呢？俺哥在后边呢。啊！哎哎哎，里面危险，别进去！水生，你别进来，我担心你啊！这不是说话，你快走！ 水生，你咋还抱着这三壶不撒手啊？就是啊，行行行，就是嘛。夏夏夏夏，嘿，哥，你咋一锤打出个媳妇来呀？你胡说什么呢？哥，你可得管管嫂子。这得看你嫂子心情，俺可管不了。每次进去都有落实，这样工程还咋推进呀？那落实大不大？也不大呀。 那不大，那就是碎石啊！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能不能克服一下困难，把这个工程的进度压得慢点，把这个防护措施再做得好点，是吧？安全帽啊，什么都准备好，应该差不多吧？不行不行，现在看只是些小碎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真塌了呀！现在如果盲目开工的话，也只能是把生命置于危险之中。那咋办？不干了？我建议啊。 这两天还是先停工吧，这两天啊，我先带几个技术员好好的把隧洞的地质环境再分析一下。那行，安全第一，这事儿就听念祖的，先暂时停一下啊。爹，这个石灰我们弄。这个土法烧石灰我会，但是得先搭窑，这个技术我一般般。 跟你们都差不多，不过这个手艺我知道谁最拿手。谁啊？你们顾叔啊。顾叔，对，他从小啊出去打过小工，专门跟人家老师傅啊学过这个技术。那简单啊，没想到你们几个老爷子人人都深藏不露啊。那行，那俺回去找找顾叔。哎，你好好待在你的青年突击队，通水隧洞哪离得开你呀？ 我去，你去。嗯，就让他去吧，这儿离不开你，啊。你别忙活了，歇歇吧。叔，秀芳在工地上暂时回不来，托我回来看看您。这里里外外的活啊，我全包了。 哎呀，能照顾好自己，你快回去吧，别让他们担心。我有啥可担心的？再说了，他们都知道您不会为难我的。咱们非亲非故的，你整天在这儿，让外人看见了，咋个说法？叔，您和我爹是兄弟，我就是您的侄女，您说对不对？哎。 你别哄俺啊！俺心里明白的很，你是石家的儿媳妇。我不是。咋着？你和水生的小子吹了？没有。不是，叔。叔，我们还没结婚呢，您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反正啊。 你回去跟水生说，石灰的事儿，俺帮不了他，俺真的记不得了。叔，您的脚让一下。叔，您要是真的记不得了，您好好想想，多久俺都等你。 Thank you.
秘书记，红旗渠一期工程就卡在这通水修用了，他一完成，一期工程基本上建成了。林书记，这个地方的地质根本不适合打隧洞啊。哎，那能不能想个法子，哎，拐个弯儿，咱们绕过去？绕过去，海拔落差又不够了。林书记，实在不行，咱就硬上。那不行，打隧洞得讲究科学方法，万一出事儿谁负责任？隧洞塌方是因为岩石层太松动。那我们能不能别打那么大了，跨度小一点，这样不就能减少岩石松动的现象了？可是我们之前的渠线都是按照每秒25立方米的过水流量设计的，如果在这个地方缩小跨度，就会形成卡脖子。那到时候一旦通水了，渠水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巨大的水压，冲毁渠线，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老孙，停工这个决定啊做得对，如果以后啊再遇到技术难题，先停下来啊，好好想想法子。小吴，哎，那这几天你们技术股的同志就要多辛苦了，一定要想出一个万全的法子再继续干。好。叔，我在给您烧水呢，马上就好了。俺自己能烧，你别在这瞎耽误功夫了，啊！哎呦，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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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了，毁了，毁了！你动它干啥呢？这柴火不就是用来烧的吗？你懂个啥？这是大海留给俺的念想。那天他从工地回来，专门上山给俺砍的。他知道俺腿疼，给俺留着做拐杖的。这一下毁了，再也没机会了。叔，你别生气，我错了。哎。俺呀，俺求求你，啊！你走，你走，你给我走啊！好，走，我走，我走，我走。叔，叔，顾叔。燕祖，哎，慧珍，该吃饭了。好，我下午要考试了，我再看一看。我先不吃也行啊。那不行，我怕凉了，一直在怀里给你揣着呢。你赶紧趁热吃吧，啊？那行，那我吃。你也吃。没人来。
五叔，你醒了，喝水。咦，你咋还没走呢？哎呀，要不是他，你这会儿啊不好说。俺能咋的？就是被病犯了。他还嘴硬，你都晕过去了。还是人家桑红姑娘反应快，跑到村里找医生老张来给你看病，这不把我也叫来了。叔，张医生说了，您是因为生气加胃病犯了才晕过去的。这是他给您开的两天的药，您记得吃啊，拿着。叔，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把您惹得这么生气。行了，人家姑娘都跟我说了，她知道错了，她不懂事儿。这不，我这提了一罐水来给你赔罪。老顾啊，大海已经走了，咱的日子还得过下去，不是？三虎，今天幸亏了你。俺不是没良心的人，俺跟你直说吧，那小姚的事俺没吧。叔，您愿意说了？当年呀，俺向师父发过誓，这门手艺啊只传顾家的儿子，绝不外传。俺难受啊。彦祖哥，哎，你腿好利索了吗？就爬这么高？没事儿，通水隧洞的事儿，俺知道了。水莲，通水隧洞要是修不成，红旗渠就……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你千万别这么说，彦祖哥，俺相信你，你一定会想到办法的。可是我真想不到办法呀。林书记那边表面上一点都不着急，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比谁都着急。哎，顾叔现在心里难受，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得理解他。可是他这个心结根本没法子打开啊。要不然这样，俺去安阳打听打听，俺听说那边工程多，用实惠的地方肯定也多，总会有办法的。安阳那边小周已经打听过了，人家用的是传统烧窑法，咱们红旗渠这边情况特殊，咱们得想新办法。说来说去又说回来了，咱们还是得靠顾叔啊。孙县长，你去跟他谈谈，他肯定会给你面子呀。就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去。要能去，我早去了。顾叔唯一的儿子顾大海在咱们红旗渠工地牺牲了，人家顾家为咱们红旗渠付出这么多，我们再提要求，我怎么张得了这个口啊？其实啊，顾叔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但是现在人家心里难受，这需要时间。那这样，让秀芳回去陪他几天。顾叔最疼他这闺女。秀芳去，他就愿意待在工地，不回家。哎，飞生，哎，我琢磨着，这事儿只有你去。俺去啊？你想想，顾叔，他最担心啥？最担心啥？啊，你想想。担心没人给他养老送终。对呀，嗨，俺明白了。行，吃吧。
大海，陪爹喝会儿酒呗，啊？爹知道，以前啊，你偷偷的偷着喝过酒，嘿嘿，还往这酒里呀、啊、掺了水，嘿，傻小子，要是早知道。让你喝个够啊！都是爹的错儿啊！你别怪爹，中不？姑叔，你俩咋来了？哎，你这是干啥呀？前来前来前来，姑叔，俺想给您当个儿子，当秀芳的哥哥。这不是瞎来吗？这是，俺没有胡闹，俺是认真的。咱两家恩怨早就解开了，如今顾家对石家有恩，俺要报恩。你不是就是冲着石灰来的吧？不死心，想把俺这手艺学走。姑叔，一开始我确实想学您的手艺，但是没想到那个柴禾是你最后的念想。今儿我要跟你赔礼道歉。俺知道，大海本来是您这辈子的指望，可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以后，俺就是您的大儿子，桑红就是您儿媳，照顾您，伺候您，孝敬您，给您养老送终。这拐杖是俺打的，您就收下吧。还牺牲以后，俺心里就憋着一股子劲儿，发誓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水引到咱上家疙瘩村。这是大海的愿望，也是他的遗愿，他是俺的好大哥，俺必须替他完成。好孩子，好孩子，在这个事儿上是俺钻了牛角尖儿，差点误了大局，误了红旗渠，俺不能让俺大海失望啊！还有，俺认你这干儿子。干爹，哎，干爹还不行吗？出来的样品不是加生就是烧过了头，不合格。水生啊，嗯，用石灰窑直接烧灰，大同小异。可是呢，不建窑直接烧，那你需要准备的工作可就多了。当年模仿火炕原理露天堆烧，这么多年了，俺也没试过，没有把握。所以呢，这次失败的也不奇怪。你呢？脑瓜子灵活啊！根据这种情况，再想想办法呗。啊，
好。哎，对了，桑弘那妮子啊，脑子聪明的很，让他的再帮帮你啊。哎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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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罗，我觉得吧，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师傅您好。哎，这做事得循序渐进，他不能急啊。是，我听说小吴这几天没睡好，一直想办法。现在工地停工，大家情绪都不高了。是啊。哎，要不这样，我跟县委联系一下，派县里的宣传队明天到工地放场电影，让大伙儿高兴高兴。这个主意好啊，能让大家放松放松。哎，哎，放什么电影啊？得放年轻人爱看的。想想啊，哎，五朵金花，哎，这年轻人爱看。哎，这个好，这个。哎，到时候小吴一定让他来啊，得让他来放松放松，别把自己老逼着逼着，会出问题的。啊，行，就这么说定了啊。啊，我跟你说正事啊。水莲啊，我就不去了吧。不行，这是林书记下的命令，他说让你去换换脑子。隧洞问题都没解决，那我哪有闲心看电影啊？可是你都在这儿关自己三天了，你就去吧，这电影都开始了。哎呀，水莲啊，我现在真是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我还是多查查资料吧。哎，你们去好不好？你们看完了告诉我都演的啥。哎呀，宁祖哥，你就去吧。估计水儿，你咋还在这儿呢？电影马上就开始了，就等你了。那塌方问题还等着我解决呢，我没时间。哎呀，孙副县长点名要你去，说你要不去就把你拖走。好吧，你听话啊，你跟水莲去啊，快去快去。哎哎，婆婆，你回来了！好了好了，念祖哥，快去吧！哎呀，快去吧！臭小子，你！吴技术员来了！吴技术员，臭小子，你快点儿！着什么急？这不刚开始？大刘叔！哟，看电影了！啊啊，看电影啊！啊，你快点！好嘞，好嘞，来了来了啊！哎，快点，走走走走走走，哎，慢点儿。哎哎哎呦，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水莲，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啥？哎，乔姐，小心。哎，这儿呢。快，快走，快走。哎哎，快走，快走。怎么了？跟我走，跟我走。快走，不看了，不看了，我想到办法了。电影马上开始了，哎，不看了，快走，走走走，快走！吴技术员，这要是走走金花呀，快点！哎呀，想到了，想到了！水莲姐，哎，水莲姐，来，来，快看，怎么样？这就是我今天的最新想法。不是，念祖，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吧。好，你们看啊，单孔的隧洞啊，跨度面积大，岩石呢就容易松动。即使上了拱券，也是不顶用，是因为跨度面积大，拱券的面积也大，这样一来呢，抗压力就不够。这两个原因也是我们的隧洞一旦遇到了爆破震动就容易塌方的主要原因。对呀，这跨度面积大就会容易引起塌方，但是像你之前说的，跨度面积小，一旦过水量大，就会冲垮曲壁，所以才让人头疼啊。嗯，来，往这看，这个就是刚才何娃给我的启发。假如说我们把隧洞改成这种双孔的鼻子型呢？鼻子型？对，就是这种双孔鼻子型隧洞，中间呢就会有个支撑，这样一来啊，不但缩小了跨度面积，而且呢增强了抗压能力，双孔排水的时候呢又不影响过水流量。念祖啊，你就是天才。这个设想是挺有道理的，可真要是这么开始施工能行吗？所以才着急把你们叫过来啊。今天我们叫了他一宿，用数据把他给验证出来，怎么样？没问题，开工。完了，我的金花今天是看不上了。哎呀，要是成功了的话，我亲自带你们上山上去采金银花都行。
彦祖，怎么样？你猜？成了。真的？真的。哎，完全正确。看，好，好，这事儿啊得听小吴的。老孙，你听着啊，赶紧组织民工去隧洞施工，同时呢，把这医疗队准备好，随时待命。其他的事儿啊，等我回去再说。我马上就到啊。哎呀，喂，我林杰。林杰，好消息啊！你们红旗渠现在在省里边已经很有名气了。这不，安阳的一位老首长得知你们的情况之后啊，要准备把他们抗美援朝挖坑道的一批好钢钎支援给你们，这几天呢就会派人给送过去。哎呦，太感谢了，高书记。高书记，您替我谢谢那老首长啊。我们现在呀正在开凿隧洞呢，正需要这样的好兵器。不是，隧洞？哎，上次你不是跟我说，因为隧洞坍塌的问题已经停工了吗？我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这吴念祖啊想出了新办法，经过数据验证，我们极大提高了安全系数。这次施工我们有把握。哦，那就好。哎，你们一定得注意安全啊。好，有什么情况我随时向您汇报。哎，孙总指挥。啊，哥，炸药已经买好了，咱们可以准备爆破了。行，那就开始吧。一定要注意安全。水生，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那大家都好。啊。来。哎。来，快躲起来，快！走，进去排烟。走，水师水旺，你们等一会儿。咋了？你们不用先进，这次我先进去吧。念祖，别开玩笑了，这么大的烟你进去，别逞强了啊！我没开玩笑，你们的爆破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个设计思路是我提出来的，理应我先进去检查结果。小吴，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不过大家还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放心呢。这样，让水生跟你一块进去，也有个照应，好不好？就是，万一有个啥事儿，俺还能保护你。你可是咱工地上最金贵的宝贝了。啊，不用，大家放心，我心里有数。况且，这个也是我的责任与义务。水生，相信吴技术员的。小吴的设计我们是有信心的，我觉得肯定也没啥问题。要不这样，就让他进去吧。啊，注意安全。好。嗯，注意安全。哎。您再不来，俺们这粮食真快不够了。要不说啊，俺是及时雨的啊，快来卸车。哎，哎，慢点啊！哎，慢点。哎，慢点。李书记，这咋就两袋啊？怎么比上次少一袋半？怎么，石头也没跟你说？俺都好久没见俺爹了，这咋回事啊？群众家的余粮都不多了，公社的储备粮呢也紧张，这不，社队就把补助粮的标准给降低了那么一点点。这一点是多少啊？八两。啊，八两？这哪是一点啊？
这一个人一天的粮食补助，总共就两斤。水灵，你就变着花样做，多想想办法，省着吃啊。不是，这大家伙每天都出工，吃不饱，这咋干活啊？李书记，县里能把那粮食补助再稍微提高一点？林书记啊，肯定也想提高补助量标准，可这场大旱要是持续到明年，咋办？咱临县可是有60万口子人呢。今年天又旱了，俺估计啊，这补助量标准还得降。要实在没粮了，你看，你就这样。行，那你再想想办法吧。那俺走了。哎，辛苦了，李书记。哎。念祖咋还不出来？没关系，技术检查嘛，总是需要点时间的。出来了。怎么样？目前隧道一切正常，基本上已经排除危险的可能性，我们的设计成功了。哇！好，走，尽心落实，走。好，注意安全啊。都小心呀！你们注意安全啊！水莲，哎，王婶，哎呦，就剩这么多粮食了，如果再按原来的标准吃，肯定是吃不到头。一会儿咱再去薅点树叶掺面里，一顿给掺成一顿半，先凑合着，俺再想想别的办法。来，念祖，来为我们解决塌方问题，干一杯！干！哎，俺跟你们讲啊，俺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整个山上下起了大雪，那雪呀，它有这么厚，旁边还有个，它有这么大的洞。里边啊，全都是雪。你猜后面发生了啥？啥？啥？那雪一下子变成了石灰。俺叫着大伙拿着簸箕，拿着麻袋，一铲子一铲子，全部铲回了工地上。俺一下就给乐醒了。你可真行。可是，这烧石灰的新法子。俺还是想不出来。烧石灰我是不懂啊，我只听过古人有两句赞美石灰的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啥意思呀？就是说这石灰石从深山里被开凿出来，大火不断的烧它，但是它也不害怕，因为他觉得这种考验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那肯定了，要是火小了，那石灰还烧不出来呢。这就是一种比喻，烈火越是燃烧，暴风雨越是猛烈，我们越不能退缩，越是要坚强坚定，越是要把红旗渠给修好。说得好。好是好，可这些都是鼓励人的话，那新法子还是没有啊。哎，对啊。吴技术员，你这句话可是帮大忙了。啊，帮什么忙了？你说到这个烈火，我就突然想到，我爹和咱干爹说过这个温度对烧石灰的影响。可是，咱们在想方法的时候，总是想着排气和通风了。你的意思是，咱的筏子温度低了？对，在没有这个石灰窑的情况下。这个内部环境啊是不可控的，温度不可控，那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觉得这一次肯定能行。
行，那为咱找到新法子，干一杯！干！你们准备咋做？啊，开始的时候啊，就在平地上起炉灶，然后铺上草和煤饼，砌一些小火洞，提供底火。这不是俺的法儿吧？你们不是怕温度不够吗？俺俩商量出来的是下一步。我们是这样想的，这个砌地的火烧好之后，大家突击放料，把石灰岩和煤饼一层一层的码好，层层堆高，转圈垒起，让它们充分的接触和充分的受热。这个料放好以后呢，我们在外面糊一层泥巴，封闭保温，防止散热。这俺虽然没试过，但是这路子一听就对。等你们烧成了，俺亲自给你们把关。太好了，那我们先进行一个小规模的实验，烧出来的石灰让顾叔看看合不合格。行，中。黄小四，别以为俺哥不在，你俩就可以偷懒啊！赶紧起来干活。俺们没有偷懒，俺们实在是干不动了。这才刚开始干活就干不动了，别找借口啊！赶紧起来。俺们真的是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生娃，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些伙食是一点干的都没有，全是稀的吗？难道你就不饿吗？饿能咋办？水莲说了，咱的粮食呀要省着吃。干活。坏哥，俺觉得八成是水莲那丫头搞的鬼。这几天一直都吃不饱，饿的人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哎呀，大哥，这是窝头，嗯，他没窝窝头呢。哎，咦，一会儿他们发现咱们偷吃，又该挨骂了。走吧。哎，你给我一半。我赶紧。
雪莲。哎，林书记，自己拿一下。林书记，咱们现在剩下所有的粮食还能撑多久啊？俺现在掺了树叶和菜叶，哪怕再省着做，顶多就剩三五天。行，我知道了啊，没事了，忙去吧。俺给你拿俩窝头吧。哦，我不吃了，我不饿啊，忙去吧，啊。